晏特集，時間3:20。依家 com server 都咁 work 衰啦，即系都唔知点解。零手我已经俾咗段片睇嘢，我最后一次杀个 prototype 60，跟住忽然间 ban 走咗，就跟住佢冇原因嘅，净系话你依被禁止进入该伺服器。即系心谂，而家都唔系好公平嘅。只要佢认为如果一次一杀唔到，而且我系咁杀佢嘅话，佢就定性系外挂。咁我心谂，咁样可以话有啲谬误嘅，因为你试谂下，外挂系唔会自己个玩嘅，外挂系会去一个多人 server 跟住斗嘅。意思是他不俾嗰啲人好勁，好似 Varric 嗰班，好似 Varric 誒 Grand Odys 嗰啲都好勁啊！嗰啲係神級玩家，咁甚至佢都俾人 ban 過。之後早。誒佢哋食誒，依家灣仔嗰邊灣仔金紫廣場嗰邊話已經加強咗戒備，佢話派嗰啲水警船喺海域巡邏，跟住又加設好多水馬，加快警員巡邏，加設活動閘。佢話因為網上得知有人就刻意會破壞七一嘅升旗禮。咁所以加唔加俾咧？跟然之後，晏晝去香港難食，跟然之後出去嗰陣，忽然間落緊大雨，依家落緊雨啊！10:00就有一班撐警隊的人去天馬公園集合，咁我其實基本上點都好過那班反惡嘅反台同埋嗰啲示威者，因為起碼撐警隊那班人都只係會遊行，佢唔會有咩示威衝突、咩暴力嘅，就有嘅，除非就係突然間。有些支持分子，例如就係反台灣嗰啲示威者，忽然間同嗰班撐警隊嘅人衝突，咁先至會有暴力嘅啫。跟住起碼就係佢哋嗰啲撐警隊嗰啲只係遊行，跟住表達訴求，佢唔會暴力嘅，亦都唔會即係示威咩激烈嗰啲。咁但係我望到嗰張相。看到天馬公園那些人是基本上逼爆了整個天馬公園。喂，屌啊，天機，回來又是這樣，經常都是什麼Windows以從意外關機修復，但修復之後是沒有分別的，修復之後將魔包回來。我看到那班人企滿在整個天馬公園那裡，那我都不知道，我都估計應該都有千幾個，基本上都不會那麼多。但是就明天那個七一都應該有
好多人企出嚟，因為佢哋嘅訴求又一模一樣，反對即係撤回同一條例，要求特首林鄭下台，撤回金鐘衝突暴動定性，同埋停止打壓示威者。即係個意思係咩？釋放義士呢啲嘢係民陣搞嘅。又話聽日兩點半去到銅鑼灣維園出發，又行到金鐘正中。咁其實我可能預計聽日當民陣遊行之後，另外一批人就會自己個族仍然都想示威嘅。好似佢之前咁樣，誒示威個創意機又包圍正中嗰啲咧。成次都是那班人出來表達訴求，基本上是完全離題的。玩到鋪，唉，依家誒連的，哇！佢又翻入翻嚟。屌你左左升級，你踢唔到佢走嘅。即係依家連 dead server 都佢唔開始，嗰班 BAD 都唔知做乜嘢。既而家 Tom server 都禁咗咧 ，Bull Type 落手垃圾嘅，即係話 ban 就 ban 都係完全咯。完全即係濫用，又係即係濫用管理人嘅權利。呢個叫咩名啊 ？DIA Tom， 佢如果佢全部讀曬，應該係佢叫 Da Tom 好似。你係八四，仲玩 BF4， 咁都難怪。如果你冇驚玩嘅話，就繼續都係玩 BF4 嘅。好似BF1 咁樣，佢哋繼續玩嘅都係咁玩 BF1 level 玩水星嘅咁講，20ping喎。我哋之後，我琴日玩嗰陣，我俾佢 ban 咗之後，佢係咁玩，咩？玩完即係費嗰陣大班之後，又玩兩次亞遊機庫，跟即心諗自己個係咁升級，即係心諗都幾霸道。收唔到啊！踢我走嘅啫，幾勁！即係我未見過一個人會亂咁判斷啲人外快，戴有色眼鏡好似係。起碼都唔好，佢同 BAD 嗰個完全冇分別嘅。嗰個好似我記得好似 BAD 嘅 Steady T Bag， 玩有一個機庫嗰陣，我轉過去嗰地想幫佢，但後屘我轉佢嗰陣，忽然間佢踢我走。甚至記得前年八月幾嗰陣，我入去 dead server 玩嘅，跟住無意中我望到 BAD 嘅 White Eagle 1942佢入咗嚟玩，跟住然之後我殺咗咁多次，佢都唔會踢我走啦。咁但係基本上，起碼佢都唔會當外掛，但係為了是佢哋當都係外掛。你想知道我同威過一個事到底幾時？我真係我入咗去玩之後，我殺咗佢6次，佢一次都冇殺過我，跟住佢走咗，跟住叫我贏咗。
真係煩。係喎，呢個禮拜要執執下個 IES， 因為如果你唔執嘅話，就會註唔到冊。因為你註冊個要求都係要合格，最低要求。哎，算了，我細分，我細分都是征服過細分。再加上就係而家我征服都未攞曬一包琴日之星，咁應該征服都會成個分數都會應該多過特集，唔知係咪啊？但我應該唔好，應該唔會，因為成個特集慳啲攞咗10000分。但征服應該都係攞到5000多分，最盡。不過唔好理啦，唉，算啦。差就係再升差少少，哇！升到 level 差一路，特級準位，1120。